好的，我们要走了，你要在家里乖乖哦。现在已经到这个桃园机场的候机室了，那我接下来就要搭12个小时的飞机，搭到洛杉矶，再从洛杉矶转机到西雅图。好，希望我可以顺利飞 ，Go！去拿行李，重新把行李 check in 之后，再等6个小时、8个小时，早上转机去西雅图。7、8个小时的等待，我终于又 check in 了国内的航班，要从 LAX 飞到 SeaTac， 就是西雅图。那进来的时候我就先买了早餐，早餐是这个 Starbucks， 还有超贵的这个鸡肉卷，这鸡肉卷就要$9。欢迎来到美国 ，OK， 好，吃早餐吧。
历经了接近20个小时的旅程之后，我终于到了西雅图的塔科马机场。那我还要再等我室友到，我室友也是个台湾人，然后他跟我搭不同班飞机。我们等一下会等到他之后，我们再一起到我们住的地方。那虽然才刚跟就是家人朋友分别，总会有一点不舍，但是也有很多未知有趣的事物等着我，所以我现在也非常兴奋。那希望可以赶快 settle down， 我要去附近探索一下。OK。好啦，我终于到我住的地方了，历经千辛万苦，那这就是我接下来一年半可能要住的地方。那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空空的房间这样。那我们等一下可能把东西放一放，会去超市，我家具等一下就会来，会送过来，然后等一下看要不要去超市逛一逛。OK。先让我收拾行李。